之下，北韩之下，美国依旧会从这一下。对，最近又在拍一部新的戏，不过还蛮神秘的，还不能跟大家透露。对，都是一些可以聊一下，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居多吗？哦，室外的。室外的，现在很热哎。而且，因为接拍了这部戏，才回想到自己已经在两年了，没有在夏天的时候拍过戏，所以大家有发现我好像有一点变黑了。不会，前几天就扎扎实实的，每天都在太阳下面晒了8个小时。每天哦，对，然后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每一个人大家都一样在太阳上面晒了8个小时，但隔天大家脸都红红肿肿。一定的啊，很合理啊。但是刚好这一次大家 think 推出了2个新产品，对，我就马上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使用，那马上脸就舒缓很多，然后也非常的镇定。真的？对。难怪，因为其实你刚刚说你晒黑，我不觉得你晒黑啊。有啦，之前比较白。我觉得你跟上次记者会的肤色没有差太多，而且刚刚我们的小编才在说，我觉得你的皮肤越来越好，状况很好，所以如果你是刚晒完太阳之后，你现在这个肤况是非常完美耶。你用了什么？其实真的要谢谢 Dr. Think， 我应该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接触到 Dr. Think 吧。那过去其实好多年也陆陆续续接触过很多保养品品牌，那到认识 Dr. Think 之后，我才发现啊，终于找到适合自己肌肤的产品了。Dr. Think 有专业的医师背景，然后又是专门为亚洲人、台湾的天气所调配出来的配方。没错。那我现在自己非常依赖、最喜欢的就是小蓝系列，它已经是我日常不只是保养，甚至是从卸妆啊、清洁啊，到最后的保养保湿，我非常喜欢小蓝系列，一整系列都爱小蓝。尤其大家知道我很爱乱录 Dr. Think 的主播，有看到，对对对，你很常出现，对，我不知道每次都会跳出来，我刚好在滑手机看到，就然后知道他们最近要出了2个新产品，花蜜露，对，还有超导膜，没错，啊，我就一直很兴奋，我就一直。其实也不好意思，每次都在直播上面乱要东西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
赶快拿到新产品，赶快试用，跟大家分享心得。是。那这次这个花蜜露我也很喜欢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在太阳下面晒了好多个小时，那我都会用花蜜露来湿敷，像脸颊啊，或是一些可能比较会有纹路的地方，甚至眼尾，甚至法令纹等等之类，湿敷个15-20分钟，然后把它拿掉，然后用手干吸收，我觉得效果非常非常好。没错，所以你最近在拍外景戏的时候，就是靠着花蜜露。对对对，而且我很喜欢它，虽然看起来有点。那叫什么浓稠？对，它是蛮浓稠的。对，但其实你用在脸上一点都不黏腻。没错。然后还有淡淡的花香。对。一点点，我不知道这一点点蜂蜜甜甜的感觉。对，很舒服。对，很舒服。所以晚上睡觉前敷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好睡。对，然后起来之后脸上就哇，非常非常水嫩，非常光滑的。没错没错，而且其实常晒太阳，人家都说常晒太阳会容易老，所以。后续的保养很重要啊，尤其是你湿敷在眼角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啊。小配方，想试看看它的质感吗？想试试看吗？想的举手，把手伸出来，赶快，手有伸出来，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，来吧 ，Come on， 花蜜露，国艺哥哥为大家献上花蜜露，自己稍微把它推开来。感受一下花蜜露的质地，好不好？其实你会发现，就像国艺刚刚说的，它是比较浓稠的质感，但是你一推开来，它的吸收效果非常的快，完全不觉得黏腻，你会觉得哇，很舒服，感觉肌肤就是吸饱了水分，非常非常的有弹力，这是很棒的事情，要分享给大家。那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拥有花蜜露的话呢，不如趁今天，听说今天还有一日店达特会组合，你们就可以赶快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另外我也跟大家聊一下，我们的花蜜露呢是有专利的，这个提取球兰的专利成分在里面，所以呢它有高浓度的活性成分，它就可以平衡肌肤的生态。等等，我们要请国艺哥哥先拿一下，等一下要拍个照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可以试看看，怎么样？像拍一拍啊，然后闻闻它的味道，看看它会不会拍太大。哦，不是你的手，难怪这么大力。你们闻一下那个味道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舒服吗？舒服，舒服，对不对？重点是它可以抗老。我很喜欢它的味道，跟用在脸上的感觉。没错，我觉得这个味道要让男生喜欢是很不容易的。来吧，大家要拍照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。那我们官方的摄影师是哪一位？啊，国艺麻烦先帮我看一下官方摄影师，谢谢。请看前面，可以吗？好。OK， 那粉丝朋友们可以自由拍摄，好不好？自由拍摄。国艺的表情贴图有这么多，是不是？请问我要去哪里收集还没好吗的那一个？我喜欢。你什么时候翻的白眼？应该不是活动现场吧？还没好吗那一张我好喜欢啊，我可以去哪里拿？气瀑布也很可爱。啊，OK。OK。所以你刚刚分享的是花蜜露，只是其中一个步骤而已嘛。那另外呢，你还会再加入？又是我最喜欢的蓝色系列。对对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。有试，有啦，他们刚刚有小编试过。我一拿到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。这次的这个超导膜，有点像乳霜状的感觉，但是你一把它涂起来，一抹到皮肤上面，它会瞬间像水一样的融化。没错，没错。尤其像我刚刚说的夏天很容易遇到一些肌肤的问题。例如什么？晒伤。对，晒伤。南部应该很容易晒伤吧？或是一些肌肤容易出油啊，毛孔粗大，像。长时间化妆也很容易会有脱妆的问题。对对对。对，我就会，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奢侈的用法，我就把它厚厚的敷在脸上，然后敷个也是敷个15-20分钟，然后之后，因为它可以其实是不用洗掉，对，它不用洗，可以用手慢慢的按摩按摩按摩，让它全部吸收，然后你的脸就完成了保水、锁水等等的步骤。是，对于一整天化妆啊的下来，感觉就非常的舒服。没错，而且妆前也可以擦，就是当妆前保养也很好。刚刚工作人员很贴心的拿了这个挖勺给你，它的用意大概就是，你们还有人没用过吗？你们居然说没有，我要让你国艺下去帮你们用，你们居然，
使用的呢，就是一样是我们的新品哦，它是超导膜，超含水保湿舒活超导膜，三秒的速效锁水哦。那它里面呢拥有南非神奇复活草，所以它可以增加它的储水力以及锁水力，基本上就是让你从肌肤的底层储存了满满的水分，就是让你的皮肤就像是一个去水库一样。那同时呢，它可以帮你舒缓镇定啊，晒后的肌肤非常适合厚敷一层。那你会发现呢，使用完毕之后，肌肤看起来更加的细滑，而且会觉得很保湿，弹性也会非常非常的好。那边也在尖叫了啊，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。有发出声音，有机会好吗？啊，手要伸出来耶，手伸出来就有机会好吗？对对对，啊，然后你们用完之后也不把它推开吗？那一小点就一直在你们的手掌心上吗？太可爱了，大家每个人都拿着一那一小点在自拍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是李国毅的分身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国毅跟大家分享了两样都是大特性的新品，大家务必要好好的使用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觉一下，真的很舒服，味道也非常非常好，真的非常保水。所以其实你在家里面基本上化妆水用完，然后花蜜露，那你中间可能会再用其他的小蓝的产品。自己，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皮肤状况其实都不一样，你要可能关系到你前一天的，可能一整天在外面，又或者是你休息睡眠时间也不睡好，其实每天肌肤的状况都不一样，是。但我最基本当然小蓝是必备的，一定要。大家看看每天不同的状况，大家性格都有各式各样的产品，对，可以拯救大家。那重点超导膜就是你在最后一个步骤使用就对了。那你要厚敷，你要薄敷都可以，怎么用都很好，好不好？这个小配布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尤其在热情南台湾的你们，容易晒伤。好啦，那今天谢谢国毅跟我们分享这么多，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任务，我们有很多，有15位粉丝朋友要上台来玩小游戏。好的，听说今天有一些肢体接触啊，肢体没错，大概有3种肢体接触。好，尽力。对，一种是护唇膏，我觉得甩到护唇膏很好，因为那一支就直接送给你了，好不好？直接让你带回家。另外一个是帮你做擦那个护发的，护发的，对，光圈霜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花蜜露，擦在你的手上。好的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1号在哪里 ？VIP 区1号，来，1号、2号、3号，请准备，好不好？1号，请出列。1号，哎，手机交给工作人员，他等一下帮你拍照。国毅对这颗骰子不陌生吗？对，好熟悉的骰子。是吧？只是上面的字不一样而已。啊，要给粉丝骰，不是你骰。你想要光圈还是护唇膏，还是花蜜露？太难决定了。好，花蜜露，好，那你出发吧 ，Go。花蜜露。哇，心想事成，有花蜜露，有花蜜露，来吧，花蜜露，准备好了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好，用花蜜露保养你的手。师傅啊，我们都已经把化妆棉上面泡好了花蜜露，需要帮忙吗？哇，哦，李国毅的手温度怎么样？冰冰凉凉的，烫手冰冰凉凉的，我以为是温温的，很舒服，是不是？有嫩嫩的感觉吗？好，嫩嫩的，那就好。对，你们有仔细看李国毅怎么那个擦保养的吗？你要先稍微这个擦过一次，最后你再把它敷在你的脸上。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敷在手上了，你在家要敷在脸上，好不好？对，敷着敷着，那你就敷个大概10分钟、15分钟，自己感受。哦，最后还要这样子用掌温是吗？这样才会吸收效果会更好。两位拍个照好不好？拍个照，请看。请看正前方，来，请看前面，再一次啊，谢谢。还有官方摄影有拍到吗？啊，你是录影还是拍照？哦，你是录影哦，好，你来这边，谢谢，感谢你哦。来，二号，请出列，骰子交给你了。
一样。哎呦，怎么样？你觉得肤色差不多是吗？没有。哦哦，一样。去买跟我一样的手环。哎，真的耶，好有心哦。还有人也戴一样的手环吗？后面还有吗？哎，你在擦的时候要顺便学一下回家怎么保养，好不好？对，先把全脸擦过一次以后，再湿敷。对，千万不要想说湿敷好像要浪费很多花蜜露。我一再的告诉大家，你一定要用，用量要够，效果才会有，效果有出来了才不浪费，好不好？所以湿敷有效，大家就要湿敷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拍个照，拍照拍照，还有小礼物哦。恭喜你，请看正前方，耶、谢谢阿姨，来官方三号准备哦，谢谢。哇，可以这样子吗？三号三号，哎，三号的别人你好，来骰子拿起来。为你擦上护唇膏，好羡慕哦！这也是 Dr. Sink 的护唇膏，你擦完之后，这支要你带回家，你就可以拥有一支李博毅拿过的护唇膏。你把它开，你需要帮忙吗？来吧。哦！女生眼神要看着李博毅啊。因为我的是蓝色，我没有这个颜色的。哦，哎，这两个颜色有差吗？哦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的粉丝朋友都好专业哦。来，两位拍个照，请看前面。来看前面。还有小礼物。耶、还有官方摄影。哎，对对，上面黑色衣服的男生。你还叫李国毅帮你录影吗？哦，让国毅为你擦上护唇膏。这你的手机啊，你交给工作人员好了。来吧，我们要来擦护唇膏了。你们有看到他的眼神吗？很浮夸的一个女人哎，她刚刚露出了一个超妩媚的眼神。你怎么都不害羞啊？而且他是认真很专注的看着李国毅的眼睛，哎，很不错哎。来，两位拍个照哦，看前面，来前面，谢谢。OK 吗？你看我没有换到。然后上面官方黑色衣服的，谢谢。五号准备了，谢谢你。来，五号请上台来。你好，来吧，骰子，啊，手机给工作人员。要录影是不是？我们工作人员很专业的，请掷骰子。哎哎，哦哦，又是光圈霜，哇，光圈霜是护发的。然后擦上去也不用洗掉，它会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加的亮丽有光泽，这是女性必备，好不好？哦，很专业的样子哦，李大师出马。喂，谁教你要这样子弄的？真的要这样，真的要这样子，你有学过？要从发尾，要从发尾，然后慢慢的往上吗？慢慢的往上。哦。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，有模有样的，还要再搓一下，为什么？让
怎么样？热比较柔一点。不是，只是因为看起来很帅吗？哦，不是，在头发上面衣服。哦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啦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差哎、欸，你的发尾看起来比较亮哦，真的。要告诉大家，任何一个保养品，不管是脸上、头发上的，有差就是有效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拍照拍照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一二三，来官方上面，官方看一下黑色衣服的，还有你的小礼物，恭喜你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六号在场边准备了吗？谢谢，来六号，请上台，来交给你，你可以开始了。想要，啊对对，那个上台的手机要解锁哦，工作人员不知道你的密码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七号、八号准备哦。那七号、八号也把你的手机打开。拍到你想要拍照或录影的画面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准备好就出发！不，花蜜露，让国艺用花蜜露保养你的手，手要保养，手要嫩，女生的手就是要嫩，要细滑，要看起来没有纹路。对，花蜜露，如果你吃敷完之后发现这个化妆脸上好像还有一点点，我告诉大家，你可以拿来擦手。手肘、脖子，任何你想擦的地方都可以。我会看我那天哪里干，我就拿来擦哪里。一样非常的温柔。最后湿敷，再用掌温按压一下，保养品会更容易被吸收。谢谢。哇，你们觉得这个画面感觉很浪漫吗？两位拍个照，请看正前方。来看前面吗 ？OK， 有拍到吗？有，再一次哦。好，我们看上面，官方摄影上面黑色衣服的，啊，小礼物别忘了哟，谢谢，恭喜你，谢谢。下一位，这是七号对不对？七号你好，来，你的骰子。这个手机，工作人员在这，请交给他。好啦，看是保养你的手，还是保养你的发，还是保养你的唇？我以花蜜露，今天花蜜露出没率非常的高，很容易甩到花蜜露呢。啊，一样让国艺用花蜜露保养你的手。所以使用方式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后面还有几位还没有上台的 VIP 吗？我们现在才到七号而已，一半。我刚刚偷听到李国毅说他吃很饱。十号吗？十号在吗？十号，十号你在吗？十号，没有反应啊。那十一号。十一号麻烦先到旁边准备一下，所以十号不在是不是？九号、十号不在，来礼物，谢谢，请看正前方，耶、yeah ！好，官方摄影黑色衣服的，看上面哦。哦哦，做什么做什么，都被人家看到了，看在眼里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八号。还是八号，来八号你好，来手机交给前面的工作人员，谢谢。来吧，帅。哎，又是花蜜露，今天李国毅用了不少花蜜露呢。来到中间来，这边。好的，一样，让国毅用花蜜露保养你的手。十一岁男生，十一出来了。那十二号有在吗？十二号也可以先去准备好了，因为你们都站比较远，你先到舞台旁边去准备，谢谢。你过得去吗？你可以从后面。对对对，小心。
然后走上舞台，从边边走过去，这就是这12号。那再确定一次，9号、10号，真的没有在哈。哦，丢来了，哦，10号不在。10号，不急拜10号。如果整个互动环节都结束以后，10号还没出现的话，那我真的只能说可惜了，好不好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，两位拍个照，请看真钱包。好，上面官方摄影，还有小礼物，恭喜你，谢谢，谢谢。九号，请上台。来，手机交给前面工作人员哦。骰子交给你了。我们来骰个光光圈霜或者护唇膏。哦呦哦呦，凶器啊！哎，光圈霜可以的，蛮好的。长头发更是需要光圈霜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好像很烫嘛。对，烫发更是需要好好的保养护发一下，才会有光泽哦。啊，李大师又要出马啊！等一下。因为他现在手上是花蜜露，一下花蜜露，一下光圈霜，总是这样，大师总是如此的。甩甩一下是为何？比较好挤吗？好哦，好来了来了，李大师出马，要帮你护发了，拯救你的秀发。那头发这么长，该怎么处理呢，大师？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哦。一样，他的手法都是一样，不管长短都是由下往上，一撮一撮慢慢的撮。通常我们长头发，我们会把它抓起来这样卷，卷绕手指，然后对，然后再把它顺下来。有没有？哎呦，亮，不错。哎呦，漂亮哦，闪闪动人。很好很好，有光泽感都有了。来，两位看前面，看你的手机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上面官方摄影。好，谢谢你的小礼物，记得拿礼物哦，谢谢。这好像保龄球。花蜜露，让国义用花蜜露保养你的手。好，来吧。紧张，真的会紧张。你平常有在保养吧？他们在那个谈心啊，有自己的私事在聊，我就不便打扰他们。可以自己读唇语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花蜜露呢，真的回家，你在家里面，家里面有男生啊，就跟弟弟、爸爸、男朋友、老公，其实都可以一起使用的，好吗？我们现在叫到几号了？需要几号？13号吗？13号，有13号吗？13号要出列了吗？来来，13号，13号这边请。两位请看正前方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官方摄影看一下，小礼物，来你的礼物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下一位，你应该是12号嘛？对，你好。那13号跟14号都可以到场边先准备一下咯。你的骰子比较好，骰子。好，他骰到我的光圈霜啊，太好！哎，可是你本身发质蛮好的，对，他发质还不错，所以每天试试看，挑战一下，大师又要来挑战了哦，这个撩头发。要现学现现学现卖，对不对？刚刚学到了，立即使用。
其实不管你的发质再怎么样哦，就是很好的，你当然要日常继续的保养，它才可以维持下去。那如果你有常常染烫的话，你更是需要擦光圈霜来护发哦。哇，很亮很亮，好棒哦，好漂亮哦！这样女生甩头发的时候，才可以更吸引人注意，回头率更高。来看前面哦，怎么了？跳出去了是不是？哈哈哈哈。来，耶、yeah, ！再一次哦，耶、yeah, ！还有官方摄影上面，请看上面黑色衣服的，谢谢。进去。OK， 小礼物。要让我去吗？我们从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接下来13号、14号在吗？14号有吗？我们现场14号吗？14号有吗？没有，15号有吗？好，15号可以先去旁边，14号确定不在，对不对？哦，14号在，好，那15号待会可以到舞台旁边准备。来，请掷骰子，丢他们，你太坏了吧！花蜜露，哇，哎，你不错，你倒了两瓶耶，2分。来吧。让国艺用花蜜露保养你的手。经理国艺用手上沾满不少花蜜露，回去以后掌心应该蛮嫩的。这个互动蛮好的，一边我觉得甩到花蜜露好像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感觉比较久，对，擦一擦，边擦边聊天，在湿敷，然后还会有那手掌心的温度。难怪你们每个人都要甩花蜜露。可是护唇膏可以带回家，我也觉得很棒。其实我们今天花蜜露真的给的很大方，每一片都是吸满了薄薄的花蜜露，非常非常的滋润。湿敷在手上，好，在家里面一样这么做，最后再轻轻的用你的掌温按压你的全脸，让它的吸收效果会更好，让每一滴花蜜露都吸收到肌肤底层，这样子它的效果才会出来哦。好，两位，我们看前面拍个照，看前面哦，耶、yeah, ！再一次，好，摄影，官方摄影上面，好，小礼物，小礼物，哇哇哇哇，这么甜蜜哈、啊！你的小礼物，对，开心到礼物都要忘记了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接下来是14号吗？14号的朋友你好，来手机给他，骰子交给你了，咬花蜜露，还是光圈霜，还是护唇膏呢？哎哎，让国艺为你擦上护唇膏。他感觉已经开始在做心理准备了。不用心理准备，好，来了，好霸气哦！哇，天哪，你们也想给国艺哥哥擦护唇膏吗？想，我想大家都很想吧，有人不想吗？哇，好认真哦，认真的男人最帅气。OK， 完成。好，护唇膏是送给你的哟。敢不敢看国语？来，两位请看正前方。耶！还有官方摄影上面对挥手的那一位。还有礼物别忘了。来，甩吧！怎么了？啊，请甩骰子，6吧。哎呦，哎，是什么？花蜜露？哎，今天我们今天都是花蜜露，哎，就只有两。
什么都可以，不愧是新品，登场几率之高的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大通Sync一直在推出更好的产品给大家，然后每一个产品都非常适合我们台湾人的肌肤，这已经不是说适合亚洲人肌肤了，而是把范围缩小到适合台湾人的肌肤。你一定要用适合自己的保养品，你的肤况才会越来越好，才不是说花了很多冤枉钱却总是看不到成效，对不对？但是大特性的产品就是你买的时候你会觉得哎，这个产品买回家物超所值，因为它的价格我总是觉得它真的非常的实惠，但产品本身呢，其实我觉得它应该可以再卖更贵的，好不好？不愧是天使老板，因为产品这么的好用。好，你估计可能你觉得它连手指头都把它插上去了，关节处啊，全部，好不好？指甲也擦了吗 ？OK， 来，请看正前方，我们来拍个照。耶、yeah ！好，上面官方摄影，举手的黑色衣服的。OK， 还有小礼物哦，小礼物，小礼物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哦。故意擦个手吧。其实我们今天还有直播的粉丝朋友，待会要麻烦你擦完手之后跟直播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。阿迪，线上收看直播的人一定非常的多，可能有很多朋友想来，但是没有办法亲自的来到现场。我们就让国义哥哥，对，你可能也想要让李国义帮你擦护唇膏之类的，但你本人无法在现场。来吧，我们直播这一台，完成了这个任务，直播这一台吗？对对对对对。Hello， 刚刚我也是用这一台开。刚刚也是这台吗？刚刚我哦，刚刚不是，又换了一台。我也是第一本。跟你们都一样。你也是第一本。在台南的南港购物中心，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。可以到现场一起来玩。好了，我想线上的粉丝应该很开心了吧？不错不错。OK， 我们刚刚呢跟十五名的 VIP 互动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再抽30位幸运的朋友，可以上台来跟你拍照。那等一下抽到你的号码的时候呢，请麻烦直接把你的手机打开解锁，然后打开你的相机画面，交给工作人员，好不好？来了，抽奖箱。那我这样抽，直接抽了，不用客气，来吧。听说你们刚刚有见面会的。他们很害羞的说不要讲见面会，要讲同乐会。小编见面会怎么了？我弄你吗？我没有。见面会是见面会，我们只是帮你暖场而已，我们是帮你暖背的概念。不是哦，我看也有很多人提前就想要来看你。对，我们小编粉丝很多。怎么？而且你今天因为他在休息室啊，完美。因为为了来见你啊，他登台前还买了新鞋子哎，特别完整，我很想看到你这么完妆啊，前进一点，前进一点，大家都素颜，特别完整的妆，好了，开始抽了，来了，抽了30个，go， 来吧，我来，82号，哎呦哈，那82号，请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出列好吗？61号，来出列，61号出列，7号，请到那一边，舞台的那一边，谢谢。76号，好，请到面对舞台的右手边，5号，到那边去，谢谢。53号有吗？53号，好，然后11号，有11号吗？有，好，16号，16号有在吗？有，84号，84，好的，79号，再来13号，赶快出列，68号，在吗？68怎么没反应？有哈，哈。67号，哦，连号，67号，65号，65也请出列，58号，
58号、75号、75号、73号、73号，请到面对舞台右手边，14号，14，耶，14看起来很开心，59号，59，好，有59，赶快去出发，51。51号都没反应，有啊，我顶在后面，在旁边，到舞台右手边，赶快，80号，80号，64号，64号，8号，你碰到他了是吗？八号处理，52号，52号，52号，10号，10号，好，最后5位了是吗？来呀、啊、来哦。是谁？是他吗？姐姐。62号。62号是你吗？恭喜你。跟我对到眼神，跟我说几号几号，我就抽到了。哎、欸，赶快说一下几号。多少？71，是不是？是吗？83号。83号，83，最后三个了。最后三个了，6号。6号，6号在吗？6号，出发到舞台旁边。最后2位，好紧张哦。3号，3号，3号，最后1位了。最后1位了，哎、欸，你几号啊？哦，2号差1号。哎呦，好多张哦，会不会有2号呢？2号，不是2号，超远的，这号码离超远的，60号，60号，60号，60在吗？60。60怎么没反应？60，好啊，不管，我们先拍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有人没来的话，我们再看能不能补上。好，请帮我们拍一下你的手机呢？可以啊，你的手机呢？来，手机在工作人员这，我帮你拿。来，请看正前方。啊，官方摄影要拍吗？要啊，不好意思，官方摄影要拍一下。粉丝朋友记得先把手机解锁，好吗？谢谢。拍完照以后，手机记得拿走哦。那我们一律先打开手机内建的相机，你们要美机回家再美哦。因为有时候美颜哦，可能会等很久这样。来，上面看上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你的手机记得拿哦。来，下一位。准备上台拍照的粉丝，记得把手机解锁，打开相机画面。OK， 来上面。谢谢，下一位。好，看前面呢。好，上面黑色衣服的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下一位，哎，手机，对对对，大家手机要记得带走，好吧？好，看前面。来，1、2、3，再一次带次忘掉了，来1、2，好，右上。OK， 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哇，这位很幸运哎，上来第二次了，对啊，好羡慕哦。秀吧，秀吧，要拍一个大师护法照吗？来，上面我们看看官方摄影，谢谢，谢谢哦，手机记得拿，感谢你，下一位，你好。好，请看正前方。我们看右上哦，谢谢。来，你手机要记得拿哦。好，下一位。来，1、2，
的，谢谢你哦。来，手机要记得带走哦，你的手机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。
谢谢你哦，相机相机要记得拿相机好吗？谢谢啊，下一位。手机记得拿，看荧幕就会好，看荧幕就好。
服的。对。OK， 谢谢你。来，你的手机要记得拿哦。OK， 最后一位，请上台。就他吗？就他了吗？真的要表演啊？你今天是要来跳舞还是要唱歌啊？啊，都不是，他吓死了。吓到。好，这边。来看前面。好 ，OK， 来右上方。OK， 谢谢。怎么了？你的口袋是百宝箱是不是？请问你口袋都藏了些什么？你左右两边有什么可变出这些东西的？其实他这次很贴心，他们准备了很多礼物要送给现场的大家。啊、真的啊，都在你的口袋里。是我刚刚忘记。那我们现在来送好不好？一路走到这边才想起来。原来如此，都快结束了，不如现在送吧。你里面有什么？你确定大家会挤破头哎、欸？所以右边的口袋是这些。哎、欸，妹妹，妹妹这边，妹妹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对，刚刚是右边口袋拿出来的。那左边口袋还有吗？左边口袋有什么？左边哦，是面膜。对，美白还原面膜。天哪，好好哦。然后你刚刚顿时手上多了四个。对。这不知道是什么，送就对了。好了，面膜。哦，拿过多，拿过多啊！哦，因为天使老板在现场，他说礼物带出来就是要送完。那你打算他去那里？那你去吧，出发。大家手伸长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有带任何篮子类的容器，就可以装很多。啊，你故意你忘记那一区了？对，那个对狭长的那一个地带的朋友，对，他们在那边等很久了，单身不为。哇，手上的礼物都要送完了。OK， 送完了。李国宇，你有加入我们大家性格社团？除了粉丝页以外，还有个社团。我没有，我怕里面有一些我不该听到的事。那我们希望粉丝朋友可以加入，好不好？加入一下 Dr. Think 的社团，是社团，好不好？社团。好，但话说到这里，刚刚你拿的那么多礼物，都是因为我们天使老板在现场。嗯，我就应该让天使老板上台来一下，掌声欢迎老板。欢迎欢迎。谢谢老板。老板什么话要说？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国艺的新戏哦，11月11日，对不对？那老板跟国艺一起在这边跟粉丝自拍一下，好不好？自拍，对，不是站着，对，你要看对准。你有看到老板刚准备好给别人拍了吗？自拍，自拍放在这边，一起拍，对，一起。来，后面有出现你们了吗？应该都有看到吧？什么大道入侵我也要。我们可能要转个圈，因为那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哎、欸，赶快快，开心一点啦，再开心一点。大家都要抢镜头。欢迎你们耶！来开心一点耶！还有哪一区没拍到吗？ Okay. 这边吗？这边吗？哎、对了，小编说这一区没拍到。哦、这个表情贴我喜欢。网上超广角哎、欸，对，超广角，不错，看起来很棒，很厉害哎、欸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就要请国艺跟天使老板，我们带着粉丝朋友回到我们的专柜去了，好不好？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专柜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带着大家往前走。不如国艺您就先出发吧。好，那我们去大车性格的柜位上面看看。那个方向，
在哪里？你们跑很快嘞。请大家稍等一会儿。好，另外趁这个时间，我也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Butter Think 的社团，请注意是社团哦。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加入粉丝页了，那现在大家可以加入一下 Butter Think 的官方社团，在里面可能会有更多最新的这个第一手消息吧，大家可以加入看一下，好吧？那另外呢，待会儿我们也会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来拍点照片哦，就捕捉李国毅的画面。同时也欢迎现场坐的好朋友们，待会在活动结束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留在 Data Sync 的专柜，因为今天我们有特惠组合嘛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买一组不够用，或者是有朋友请你赶快帮他买这个特惠组合的话，你就不如今天就留在现场，然后待会就好好的把这一些优惠的组合给带回家。我是很想知道那一张去哪里印，我喜欢。哦，赖听不到 ，OK， OK， 就会有，是不是？好，好好，赖 TV 才有啊。哦，因为我都看电视，所以我没领到，还没好吗？这个真的好可爱哦。好，送我，谢谢，我想贴在我家。好，所以大家稍等一会儿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花蜜露啊，在柜上也都有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试用过的，也欢迎来试用哦。好，我们先给大特摄影官方摄影师先拍个照。那你们想拍，自己拿手机拍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粉丝朋友，谢谢。好的，如果所有好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可以留在我们 Dr. Think 的活动现场，留在我们的柜位。今天呢有非常多的特惠组合带给大家，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了。好帅哦！怎么了？只拍到手吗？那你没有卡到一个好位置啊！
面啊。不知道我在擦什么，所以你在那边搓什么？这种新拍的脸，这个很好用，大家耗快，耗快，因为每天都要用，所以很快就会没。可是很 OK 啊，因为它这不是大缺货吗？这个东西大缺货，对啊。下次你换擦美白的吗？OK， 好，谢谢，那我们是不是拿花蜜露再补个画面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官方也让现场的粉丝朋友拍个照。你要手很嫩呢，对，你今天的手擦了很多保养品。今天的手特润。来看前面。粉丝有想拍吗？等一下好了，下一卡给你们拍。啊，我们还有这个这一瓶，对对对，超脑膜，超脑膜。没关系。超脑膜，怎么用它呢？好用啊！怎么？谢谢。好啦，那今天国艺来到我们活动现场也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了，活动也接近了尾声，用什么话来对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说一下？这个我很喜欢这个贵的气氛，因为这个蓝色就是大家幸福的蓝。然后今天在化妆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粉丝朋友们有人用 Instagram 上面这个场景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然后看到这么多的产品，其实，哇，我应该一半以上都用过。那我真心的推荐它的Think产品给大家，它是一个符合台湾气候、符合亚洲人肌肤的一个产品。那我会继续持续的使用下去，希望你们也喜欢。然后很开心今天在这边见到大家，谢谢台南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李国义，谢谢，我们给国义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跟国义的高手再见喽！谢谢谢谢，国义你可以休息一下了。感谢你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，谢谢这么多的粉丝好朋友们持续支持着 Dr. Think。那也邀请现场好朋友，您可以留在 Dr. Think 的专柜，因为今天有众多的特惠组合带给大家，千万不要错过，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官方社团哦。也谢谢收看直播的朋友们，下次见。